师傅磨铜板的时候，它可心疼了。给，我不爱吃，你留着吃吧。那我吃了。你吃呗。 师傅说，他毕竟不能时时陪在叶少侠身边。哦，还有一门本家剑法，长久习练能帮叶大哥修补心念。嘿嘿，他让我来教你。哦，嘿，可看清了，一招不落。这么厉害？难道叶大哥剑术很高？想看？ 往天上一丢，你能都打中这些飞燕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来啦！糖葫芦。 王妃又在发呆了，是啊，她也算咱们王府最得宠的人了，可是每天冷着张脸，没有一丝活人气儿。太医，请稍待。有了，王妃，太医来了，让她进来吧。 准备脉诊和帕子。是。我与王妃把脉。其实能有什么？最多是染些风寒罢了。王妃这几日。 可是经常呕吐，食欲不振。是。可是有何不妥？啊，王妃脉象如诸般圆滑，有力而回旋，快速而不滞，是喜脉。恭喜王妃！恭喜王妃！恭喜王妃！ 王妃这几日可要事事注意身子。王妃，不可！你说，上苍为何如此待我？王妃有喜脉，当是喜事啊。